拼了一局。新的轻了一局，来了，轻了一局，完了，完了，完了，他掉了，完了，我白木多丢一个，他卡住了，我中，哎呀，我真的要跟他打。啊！完了，完了！哎、欸，砍死我好吗？这一关才不会退完天降。完了，他卡在中间。可是我刚好丢了海蒙果，他就卡住了。演出中断，不知道怎么办？没存档啊！然后也砍不死，锁血啊！我靠，还锁血！我来来来，迟来的！哎、欸，靠北！对，我就遇到奇怪 bug 了。他竟然一直闪，卡住了、啊！我第一次遇到这个，原来海蒙果抓时机可以丢第二个海蒙果，可以中断那个。撤退！我们又抓到金 bug， 奇怪的翻车！真的开心，干这太好笑了！哇，今天又跑不完了。我们看他会闪到什么时候？干我的眼睛好痛苦。阿呆般呢？啊，暂停了。奥托嘞？哎、欸，可以，自动攻击，还可以奥托，你知道吗？呵呵，B 嘞？哎、欸，还有，还有哎、欸，然后就砍，然后突然放个那个，为什么突然放那个 boss 战的音乐？赶快叫值，那就卡住了，这次出现没有回应了。